Gleamtracks， 我们来保护您脚下的地板。Gleamtracks， 硬质彩色蜡油的使用，色调灰色。请您确保已购买足够数量的本产品来覆盖待处理的地板。如果需要用到多罐本产品，请在使用前提早搅拌混合。提前至少三天将地热暖气关闭。在使用本产品时，室内温度至少为16摄氏度。在进行最后一次抛光打磨时，使用 Gleamtracks 多孔抛光垫 Corn 120。地板表面清洁无灰尘，本产品已均匀搅拌。用刷子或打蜡垫先将地板边缘一米范围内的区域均匀涂抹。一升的硬质彩色蜡油可以为约20平方米的地板进行保养，请勿将硬质彩色蜡油与本公司的硬化剂混合搅拌使用。用硬质彩色蜡油和我们的 Gleamtracks 绿色抛光垫对地板先进行粗略的抛光。为了保持打蜡机的清洁，可以在打蜡机底部与 Gleamtracks 绿色抛光垫之间放一层普通的抛光垫。请定时对抛光垫进行填充。请确保整个地面已被硬质蜡油均匀地覆盖。Gleamtracks 硬质蜡油是一款不含钴元素、抗菌、高效的地板保养产品。使用 Gleamtracks 紫色抛光垫来进行抛光，以达到无残留物的效果。当待处理的地板面积较大或室内温度较高时，我们建议您将保养工作分为多次完成，因为当一部分已处理过的地板比其他部分干燥时，会产生不规则的镜面反射。请对墙角与地板边缘也使用紫色抛光垫来进行抛光，以达到无残留物的效果。为了保护我们彩色硬质蜡油中含有的色素，在涂层完全干燥后，请务必使用 Gleamtracks 透明硬质蜡油对地板进行第二次覆盖。当待处理的地板磨损过于严重时，您也可以在彩色硬质蜡油的基础上覆盖多层的透明硬质蜡油。对于地板整个的保养过程，请您参考我们的使用说明和相对应的视频示范。透明涂层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硬化剂来进行涂抹。对于覆盖白色蜡油的地板，我们推荐 Gleamtracks Nativos。别忘了您的钥匙和手机，请确保所有的窗户都已关好。温暖、干燥、流通的空气可以加速蜡油的干燥过程，寒冷、潮湿的空气则会减缓干燥过程。通过我们产品的保养，您的地板的舒适度和使用寿命将会大大提高。
Glimtrax 硬质彩色蜡油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和不一样的光泽度可以选择。Glimtrax， 我的选择。